上海银行简单卡，听它最近刚好有一个活动，我觉得还不错哦。就是说，您只要拿这张卡片，然后在每个月的一号、二号、三号，然后12号跟23号，就是各刷一笔1230哦，它就回馈你123元。然后你每一个月可以拿到5个123元，如果每天都有刷到的话，就是就指定的这5天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厉害，因为它给的是10%回馈。如果您有上海银行简单卡，请务必就是在2月份跟3月份都要参加这个活动，就是每个月的1号、2号、3号，然后12号、23号这5天都去家乐福刷1230元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样子至少你的家乐福的一般的支出都是对不起，10%的折扣也就是9折，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错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，因为我今天写的文章也跟大家分享啊，这种所谓的3.5%、3%我都觉得还好。但是呢，如果是有5%以上，你就要考虑可以开始就是进场了。10%的活动，请你千万不要错过，因为很多银行基本上都是亏本在做这个活动的。所以你看，你如果第一个月有拿到600块，第二个月600，第三个月600，你刷6000回馈600，这不高吗？非常高哦。所以这个上海银行简单卡现在没有跟团活动，但是它的回馈很好，请大家一定要把握时间去办卡。这个跟不跟我这一团都没有关系，因为它目前没有活动嘛。那大家基本上就是把握机会，10%的回馈一定要赶快去把握哦，因为我这个我一定会办，我一定会去赚这样。